志阳，你又不是队长，你在这选选选，你问过人家意见了吗？对不起。完了。这个喷了，把老板给怼没了。老板黄子韬、萌妹徐艺洋、狂斗醉、小康妹，仅出身 SM 娱乐。你也知道徐艺洋是我公司的艺人，对吧？我也从来没有当众表扬过他，我只是避嫌而已。创造营学员徐艺洋来自教练黄子韬的公司，他还曾是南韩经纪公司龙头 SM 娱乐的公开练习生，跟黄老板的互动超级可爱。那个生日快乐，完了祝你天天开心，然后就是别老那个什么当着大家面骂我呗。我没有吧？没有骂，就是凶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有，我以后好好改正，好了，这是我的问题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徐艺洋姐姐，我错了。你唱歌也不行，跳舞也不行，你再退退你就退外面去了。不是，我觉得我是唱歌也还行，跳舞也还行。那你为什么不能很勇敢地告诉大家，你唱歌也好，跳舞也好，你就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呢？不是单项吗？嗯，对，确实是单项，是，确实是单项。对不起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徐艺洋是个憨憨，就从招牌动作开始到现在，就是感觉都在鼓励我。你这么脆弱吗？大家都在鼓励你。你要离开了？可以啊。你要离开了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们说的是你离开了，你不是晋级。真的吗？对。你那个认真一点嘛，就是你那个什么。就是你这个老板当的啊，我跟你说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吓人家了。徐艺洋成功晋级，请你站到。谢谢，恭喜。线这里来。谢谢。跑得真难看。首先感谢我的公司，对，感谢我的公司对我一直以来的照顾和陪伴。说全一点，公司叫什么？感谢我的公司龙涛娱乐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陪伴。其实做女团这个事儿对我来说是我的初心，是我最初的梦想，然后我都一直没有想过要放弃，虽然中间就是想过要放弃。不是，就是虽然中间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挫折，然后让我觉得有点怀疑自己，但是我还是一直坚持的走了下来。还有就是我想说一个，我以前的座右铭是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把它走完。这不是我的吗？我的，我自己的路我跪着。但是我觉得不能这样，因为我确实好像选择了这条路之后一直在跪着走，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我要站起来风风光光的往前走。我想成团，所以我希望女团创始人们能为我多多撑腰。